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我们现在又在回来玩电梯模拟器了。我们上一次成功搭了电梯，然后取得钥匙嘛，魔法的钥匙，那个是我们需要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是要去那边了，那边搭别的电梯的队友，我们玩别的电梯的 ，OK？ 别再看着我，别再看着我，来 ，OK，Let's go。哦、oh, ，你好啊，总裁！听说总裁见我是吧？现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成功取得一个钥匙了，很棒吧？耶、yeah! ！你要看啊、你看，你看，我拿这个钥匙了，上一次我拿到的这个东西，你要吗？给你。好嘞，好嘞，厉害厉害！这什么？哦，魔法之术哦！你拿这个钥匙就为了开这个魔法之术 ，OK？ 然后呢？啊，我还开哦！啊，好好好，给我，谢谢，来。你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闪回爆炸吗？哎，来吧！不要念经了，够了，停了，不要念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！哎哎，怎么是你看来？哎，有什么吗？哦，我其实我们要找那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哦嘿，你来干嘛，小可爱？现在呢，我们需要找到这个配方。嘿，你干嘛偷吃爆米花啦？嗯哼嗯哼，我们要找到这个积木、哦。OK， 你们公司怎么这样子啊？这全部都是你公司内部吧？你不能自己去拿吗？还要我拿？哈，好的，真是的，走去准备寻找另外一个东西啦。哪里呀、啊？啊，这边这边。OK， 我们来这边。OK， 哎、来。OK， 这边 OK， 走走走，哪里啊？哦哦嘿，老板交给我了，交给我了，我不需要帮助。OK， Oh my God， 我需要帮助，那什么鬼东西？嘿、hey, ，你好啊，小蜜蜂 ，Hello。瓜子可以换针，太阳花可以换蜂蜜。那个针是你屁股的针吗？蜜蜂拔下个针就会死掉了吧？嘿、hey, ，What the hell？ 哦，那边有缺三个是吧？我们要补，填补那三个。Hello， 女王殿下。OK， 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电池没有电。OK， 我们需要充电来给他。好，需要充电来给他吗？就可以动了，就可以填补那个东西了。那么就可以 ，OK， 就可以关门大吉了。第二楼，看一下二楼有什么啊？二楼哦 ，Hello， 小青，嘘，睡觉，好好睡觉啊。OK， 哎、欸、咻。啊！我拿锅子了，睡觉，乖一点的青蛙。然后这边有什么？这边有一个灯 ，OK，OK，、OK OK, 开的。我们需要放灯哦，那边那边来。哎哎哎！我要那个鞋，他拿走我的鞋了。可恶，我们需要去找肉给他吃吧。然后这个灯应该可以拿走，因为苍蝇是蜜蜂那个青蛙喜欢吃的。OK， 哎咻，吃一下吧，吃一下吧，我特地为你准备的。哦。杀青蛙，各位够不到，动一下会死哦，这么傻啊！哎、我只好想办法了，拜拜啊！哦嘿 ，Hello 蜜蜂，我有这个了，挂纸的给你，来拿去，我打你哦，拿去，用丢的不可以哦。他拔啊，他拔屁股的针 ，Oh my God，Thank you，Oh my，OK，、okay, 感谢你的牺牲啊，很好，拜拜，我们去三楼看一下吧。三楼是哦，太空站吗？哇哦，需要输入四个密码，我们还不知道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？OK， 还不知道，也许是没有电吧。OK， 这边呢？这边需要，不可以浇水。浇水的话，植物会伸过来这边，然后啊哈，蜜蜂的针戳爆你，戳爆，戳爆啊哈！哦、oh! ，OK， 我真厉害。然后呢，还是没有电啊？这个放什么？这该不会是要放瓜子吧？我去拿瓜子来给你一下，葵花籽。来好了，我需要多一个葵花籽啊，谢谢。哎咻 ，Adios。来，我回来了，然后我拿到葵花籽了，来给你葵花籽。啊，种下去了，然后去哪里拿水啊？你的水从哪里来的？去哪里拿水？会洒水，我们要怎么让它洒水呢？我不知道，去第四层吧，走吧。Hello， 哦、oh!，Hello， 你干嘛？你在这边干嘛的？哦、oh, ，你电视哦， oh, 电视坏了，需要一个天线是吧 ？OK， 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拜拜。
边，这边有颜色，这边浅蓝、绿、橘跟黄色吧。这颜色是用来充电的吗？他说充电要用的嘛。OK， 我们之前从这边拿掉那个电池的嘛，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充电呢？应该是太空站的吧。但是我们要怎么充电呢？啊！这边还有太阳能板，先转去那边，然后啊，有，旋转它 ，OK OK， 旋转 ，OK。啊，你看那边有阳光，你看。等下 ，OK， 等下 ，OK OK。啊，有，等下啊，有，出动了太阳能板了，有电了耶！有电，然后呢？这是干嘛的？这边呢 ？Hello， 这边是干嘛的？哦，我需要那个东西，它在外面。等下，我想办法拿到它。那么这个呢？这个很多个东西的。啊，这是刚刚那个吧？我们把电池放在那边，然后就开始拉起来，然后启动按钮。哎，这是洒水了 ，OK， 将军洒水。然后等下哦，电池嘛，电池，我记得刚刚他叫我按的是。这个颜色的 ，OK， 还有这个颜色的，这个跟这个吧。啊，充电成功 ，OK。然后刚刚也洒水了嘛，洒水了 ，OK。啊，太阳花耶，长出来了。虽然没有太阳啊，太阳是靠反射的，但是有太阳花了 ，OK，Nice。Hello， 我有太阳花了，给你这个太阳花，来给你。给我你的扁扁吧，我是说蜂蜜。哎，哎呀，为什么是呕吐的啦？耶，黏黏了，可以了吧？好了，可以了。我知道这个要干嘛，这个。耶，有它的呕吐物了。五告恶心，来，等下来，过来，苍蝇，过来，我这边，过来，我的手有蜂蜜要过来，你要吃吗？来，给你吃，这边，我这边，哎呀，好吃吗？耶、yeah! ，你干嘛啦？哇哦，啊，里面有鳄鱼呢。然后还弄掉了一个这个哦天线 ，OK， 好嘞，感谢你啊，拜拜，小男孩，我再来了，小男孩，耶、yeah, ，Hello，OK，、okay, 我有拿你的天线过来帮你修了，来修一下，钓鱼，蜂蜜，等下，外星人，这是不是跟我们那个电梯里面是一起的 ？OK， 我们就这样，先去蜜蜂的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差别啊。有什么特别哦？啊，我采风人，果然那个电视跟这个现实是连接在一起的。那个板 ，OK， 我有电池了 ，OK。哒哒哒啦，电池放进去 ，OK。OK， 你在那边等哦，我们马上启动。哇哦，哎呀，呕吐的耶！继续呕吐，啊，被打。采风人，等一下，采风人，打他，耶、yeah! ！OK， 完成了。怎么样，采风人？哦，哦，给蜜蜂睡觉的，我不会有事吧？哦，拿走了 ，OK。哇哦，我可以去见女王了吗？不能，还是不能，还在睡觉。就算他们想睡觉，还是不给我进去见女王啊！又再放一个下来。干什么的啦？哦嘿，这里面有什么？等下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？食物哎、欸！哦，拿去喂鳄鱼吧。鳄鱼要吃这种东西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来，鳄鱼关卡哦。有人在钓鱼哦。对，我们要去电视台那边换钓鱼平台。来，钓鱼，你看够了吧？这个蜜蜂的不要看了，我们来看钓鱼的 ，OK？ 看钓鱼的，哈哈，开心吧。来，哎、欸，有人钓鱼，嘿 ，Hello。过去，哎，有鱼耶！哇，鳄鱼呢？鳄鱼没有出来啊！我受够了，鳄鱼没有出来啦！嘿，去外太空吧，拜拜。来，请你看外太空的频道啊 ，OK？
外太空，外太空，啊哈哈哈哈！啊，有人呢 ！Hello！ 那这边呢？这边你可以拿这个一下，过来拿一下。这个我要。哎，那边，那个我要。这个要干嘛？这个你需要我们放手吗？来，放手，来，合体。这里。OK， 开了。然后呢？我们需要让它下雨吧？对，碰着这个 ，OK。对，然后我再拉一个启动，然后我过去。OK， 开，哦，伸出来 ，yes， 植物伸出来了，哦，然后哦 ，OK， 哦，密码，你知道密码吗？你知道密码是多少吗？画出来给我一下密码，鬼魂，是吗？啊，鬼魂 ，OK， 鬼魂，然后嘞？What 耳朵 ？OK， 耳朵。牙齿跟一个插头，牙齿跟一个插头。啊，启动，耶！啊，你去继续睡觉。OK， 我们是在这边呢。这边需要放什么？灯泡吗？我去拔灯泡给你们啦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啊，电池没电，拿去充电。OK， 这个大哥电池要用什么充电啊？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 ，OK， 啊、哦，不是，哦，这个，啊 ，OK， 还有这个吗？啊，这个 ，OK， 还有吗？这个 ，OK， 还有吗？这个，啊 ，OK， 就这四个，哇，很棒哎，他被困在外面了，需要我们帮助啊！充电成功，感谢你啊！我要离开了，拜拜，我不管你了。哎，这个鳄鱼还没解决呢。哎，鱼呢？啊，随便啦。来，灯泡给我。啊，没有，要接电，放电，有电了。然后呢？可以拉了。OK， 这个是转绳。OK， 接下来呢？要拉到这里。OK， 那么你呢？你拉到 OK， 成功。啊，放置啊，成功了。几格电了？三格，满了。你可以去拿我要拿的东西了吗？哦，月亮，我瞄准这月亮呢。哦，月亮变远了。哦，月亮影响着朝夕哦，月亮影响着那个海的朝夕。OK， 我知道。水会消失哇！鳄鱼，哈哈哈！鳄鱼被压着了，哈哈哈哈！耶，我可以下去吗？这是水血啊，这水血，干嘛啦？夸大小啦？这是蜜蜂女王的吗？女王，你看我有这个，不能去呢。OK， 让她工作。OK， 来了，可是还放睡眠的呢。哎，不要放啦！怎么办？这该怎么办？有什么方法呢？可以让我们不要睡觉的？还是等下啊？还是我们把这个强力的电池给拿去给那台机器用，看一下会怎么样 ？OK， 这个机器嘛，它用的是这个普通的小个电池的，然后现在我们换这个大个电池的给它，看一下会怎么样啊？看一下啊、哦，一样啊，只是有这什么声音啊？这什么奇怪声音？哇哦，超快！加电池就不一样啊！哇塞 ！OK， 有比较快，然后呢？飞起来了！哦，卡住了！啊，塞住了！高举，小师妹，耶！啊，女王。女王大人，我要你的鞋子喽！你的脚畸形哦，给你穿啊！来，还要帮你拉、哦，好硬啊！等一下，这是沙弥啊！你的脚有够大的啊！感谢女王大人呢、啊。
快来到这边了嘛，这边之前哦，那个月球拉回来好了啦，避免造成世界人类恐慌嘛啊，我这边有这个钥匙啊，钥匙应该是放在这边的 ，OK， 然后你要帮我拿，知道吗？来，哎咻，啊，抓，帮我拿一下，拿一下北西哦，拿，啊哈，耶、yeah ，我要那个东西的，给我拿进来啊、哦。我好像傻子一样哦，怎么这样的 ？OK， 给我这个东西，耶、yeah ，会动的 ，Give it to me， 哇 ，Whistler， 哒哒哒哒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老板，我打成老板加薪，老板。哈哈哈！我在取得了，怎么样？你想要这个吗？嗯，怎么样？给你了。啊，你可以摸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摸一下。啊，好可怜哦，打工仔，桌子好小。你说什么？有两个员工要来解决问题，然后在我们开始下一个之前。嘿，员工，嘿，你好啊。那个，啊 ，Cheer up, man。冷静点嘛，哈，所以现在要我干嘛？电池牛跟蜜蜂，另外一个是水龙头跟黑板。What the hell？ 这是炼金术师就对了。另外一边呢？嘿、hey ，你好啊。然后这是爆米花机，我们需要把玉米给放进去哦。啊、哦，我要解决他们两个问题就对了。OK， 我需要在那边制作玉米，交换玉米之后呢，拿来做。爆米花给你吃。哎，不能拿了，老板，不想干了啦。好的，好的，他们解决我的问题的啦。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，来来来，用这个东西解决问题是吗？哦，哎，这个东西老板没去啊！啊！老板被那个破……哎，没有，那个东西怎么会在那边的？嘿，你的那个洋娃娃为什么会跟着去那边的？他是不是躲在老板的头里面，然后一起变大了？嘿 ，What the hell？ 所以我们现在该死该怎么办？啊！你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啊 ？OK， 啊，冻结了！哎，变成电视了 ！What the hell？ 我可以逃跑吗？我不想做，我不想帮助 ，OK？ 你到现在这个时候还要清理桌子 ，OK？ 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那个变成电视机了，那个冻结了。啊，你给我这边擦桌子，我刚刚叫你不要擦，你结果硬要擦，啊，就只我一个人解决了。这么大，这么解决，嘿！打开呀，我先跑了，下次再来 ，Adios。